5:04，走，接着走。刚才喝了点水。这个歌，瞬间杯一边放个水杯呀、啊，这不情愿喝，挺能喝水呀、啊、他。那水是生命之源呢。这边比较温暖啊，这边还是比较温暖的。15秒，14秒，13秒。这个压格还挺结实。昨天看着一个压格，个挺高啊，也挺帅啊。有点稍稍有点瘦，但是也还行。领着一个白人大妞啊，白人大妞也挺漂亮，稍稍有点丰满啊，穿一个包臀裙。包臀裙呢、啊？哎呀，从这走呢？还是从这走？从这走吧。另辟蹊径，也不是另辟蹊径啊，就是这块也走过，总走一条路也走腻了。所以其实亚哥有的也挺帅啊，黑头发黑眼睛，不过那个亚哥有点头发稍稍卷曲，有点新疆人的这个基因似的啊。啊，然后 AI 人工智能所认定的美女呢，是那种皮肤棕色的，不是那种特别白皙的。咱们华人一说什么“一白遮百丑”，“一白遮百丑”是吧？但是老美这边认为是棕色的皮肤是最好的、最优质的、最高档的，他们对白色的皮肤感觉很自卑啊。我看照片。1990年的邓丽君和那个大美女叫什么了？林青霞，对，他们两个在法国的海滩合影啊。邓丽君就比较白，然后林青霞比较棕色，但是林青霞瞅着五官更精巧、更精致，有点像刘亦菲一样。但是呢，这个邓丽君这个五官就稍稍的棱角不明显啊，所以还是林青霞的颜值比较高。皮肤虽然没有邓丽君那么白，但是呢，感觉更有穿透力吧。她那个表情，邓丽君她的脸呢相对平面化啊，棱角不分明啊。人种之间的差异，虽然都是黄种人，但是皮肤的颜色、面部的棱角啊还是不一样的。福特皮卡。这小的校车，昨天回来的时候，隔壁老头正在熬那个药啊，熬那个药罐子正，还挺有意思啊，那老头，小老头，小老头，哎，从这条，哎，从这走呢，还是从那儿走呢？从这走吧，这有阴凉是吧？这个消防栓这种的，很多人被这个消防栓卡过腿啊。哦，这个美眉拎着一条小狗啊，这个小狗有点挡道啊，小狗，小毛狗。天天伺候这狗爹还得，给狗爹洗澡。哎呀，这个小狗这个走路。步伐挺慢的，步伐。我从边上走吧，别为难人家了，让他吓着不好。哎，边上走吧，这小狗走得太慢了，小短腿儿，长长的毛，短短的腿儿。鹅，曲径向天歌，是曲项啊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哈哈哈哈。狗狗狗，缩脖顺地走，白毛拖了地，长耳朵耷拉肩，什么诗这都是，还是古人更有文采啊，现代人不行啊。这歌干啥呢？这歌在这。自己修车呢，
啊，拿锤子凿呢是吧？当当当，自己修车呢，像木匠一样修车呢。一眼就看到了帐篷啊！哇塞，可以过了，从这过吧，从这过了，先过了再说。哦，先过了再说了。这边都是铁马，把它拦住了。Garage closes。车库关闭。I hear your laughter, I take the tears, and it doesn't stop the pain. 哎呀，这挺快呀，速度，速度与激情啊！这个车斯巴鲁，你看这个车轮就看出来了。我们以前国内一个同事有个白色的车，就是这种车轮啊。我这个头盔。虽然戴的不是很严，但是也没事儿。有总比没有强，聊胜于无啊。不过现在没戴，挂到车板上了。到底按照信号灯走还是对的？It's right to walk according to the traffic lights。这是个夜总会啊，这时候他没开呢，要晚上开啊。晚上一群乌合之众赶到这儿了，乌合之众，乌不是黑吗？黑天合在一起的众人，乌合之众。昨天。看中老年相亲，在长春有一个老爷子，穿的特别立正啊，打着领带，穿着小马甲，穿着西装，然后头发吹的立着待着，60岁吧，大约一个月3000多块钱退休金。然后记者去他家的时候，看那屋子乱的受不了啊，跟我屋子差不多乱吧，门面上绑上拖鞋。门的面上啊，绑着几个绳，绑上拖鞋啊，屋里乱的没地方下脚，然后就问他说："你这是要搬家吗？"然后那个小姑娘记者问他："你这是要搬家吗？"那老爷子说："不，盖大的，我这是有新房子，但是以前就这么乱。”记者惊讶了啊。后来，跟一个老太婆见面啊，她没相中他，老太太也没相中他，老太太觉得他太拽。这老头子怎么头发立着待着，不太正常啊！完了，这个老爷子说："这老太太没相中。你看抬头纹，你看我哪有抬头纹？我是去舞厅第一帅哥。我当年不跳舞，但是别人说，场上场下年老年轻的就你一个帅哥哈，没相中啊！完了，说话的时候，这个女的说什么话呢？这个老头子就强化。"挺厌烦的，让老太婆。后来两个人不欢而散了，撤了。所以人其实老了还是应该为老尊一点，对吧？为老不尊也不好。所以说人应该随着年龄的成长越来越成熟，对吧？就是需要我们反思的。喝点水，歇一会儿，休整一下。这帽子不用戴了，解放了。呵呵解放了啊，再见了。